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测95这一题哈，这一题的话就是方程哦跟复数平面的概念啊，那这里是整系数方程，但我们这边要用的其实是只要它是实系数方程就可以了哈。实系数方程有4加 3i 就会有另外一个根4减 3i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在复数平面上呢，它其实就对应到了一个点的坐标叫做4 3。另外一个你的坐标叫做四负三，好，所以这边就是这个点，好，原点，那这里是四三，那这里是四负三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他想要问的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，所以这题实际上是一个好蛮基本的题目，你就是要知道 a 加 i a 减 b i 这种基本概念掌握到，好，那这里的因为是四，这里的这是四三跟四负三。所以这边这个三角形如果以这个为底的话呢，这底的高就是6，那这里是4啊，所以面积就是6乘4除2啊，所以这题的面积就是12啊，12。好，所以掌握到虚根成双，然后掌握到复数平面的概念即可。